就去看一个非常古老的修道院。嗯，结果呢，还没出门，像上次一样，出门前十分钟就一直听到直升机，就失火了。我们家附近在公路旁边的森林大火，所以交通也被堵住。但上次就是因为这样没有出门，这一次我们决定东边去。对，绕本来要去失火附近的地方，来猜可能跟这里一样，应该就全部都是灰烬。还没决定还要去哪里。我现在挺像 Julia 的。好啊，去呼吸新鲜空气。过来这边气温好了。好，这边空气都是那种燃烧中的灰烬的那种很高温 的味道。今天带那个上次跟周范一起去逛二手店的时候买的 Chipotle 的帽子。你们知道什么是 Chipotle 吗？可是妈妈跟姐姐知道哦，因为他们有去吃 Chipotle。 现在是摄氏34度，直升机还在灌水，这几天的高温要到礼拜五才会降回到25度。Good morning， 早上的 routine 就是要先来一杯拿铁，然后会一边出拿铁一边做蛋饼，外加切水果。最近迷上 Costco 的水蜜桃，但是说实在的没有拉拉山的好吃，但有的吃就不错了。早餐半个小时就可以准备好了，然后就可以去叫 Sam 起床。前阵子如果有时间会画画，那这阵子有时间的话我会做衣服。我先把这件二手店买的裙子的袖子拿下来，然后拿我喜欢的一件白色裙子当做剪裁的模板。刚开始呢就想投机取巧，想说在腰线上面缝两个腰身的东西就好了。最后为了裙子本身的好看，我就还是把裙子全部拆开了。这件裙子最后有在3天内做完，所以希望以后可以看到它的身影。喵，今天来到营区是要来看 Air Show， 就是他们一年一度会开放军营3天，给大家看他们飞机做特技表演吗？天上的飞机雄壮威武。是天上的老鹰、哦、雄壮威武。我们现在在军营里面了。 San Diego 以前的军营是在 Midway 那一边，然后在科罗纳多岛，现在的军营在 Miramar 这里。是海军陆战队的航空站 MCAS这是学生送的呢，是以前有小的学生送的。Thank you。学校的 San Diego Unified 有人户外教学哦，也太爽了吧！来看飞机。Silver， 我们到了。真的很爱线。我看到火光。你认识多少？他为什么有 Target 的符号？啊、哦，真的、哦。那台呢？嗯，好吧。他们都有透明包包、欸。外面可以买。哦。因为飞机太大声了，所以我必须把声音关掉。然后再来就是刚刚看到的透明包包，这里规定如果要入园参观的话，你带来的袋子一定要是透明，可以看到里面内容物的袋子才可以通过。很可惜的呢，是当天的天气没有说特别好，那因为我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我就没有待到最后看完蓝天使的表演。我最后只记得这一台叫做 F16。如果要你选一架，你最喜欢的飞机是哪一架？应该还是 F35 吧。为什么是 F35？ 它很帅，它是一个很像是。它比蓝天使帅吗？蓝天使帅。是 F16 最新的一款，然后旧的战机是应该是寒战的时候在用的吧，我不确定。这样差了几年？这样差了60年呐、啊，所以爷爷带孙子。哦，是不是？装甲车，
这台是什么？右边可以扫射。Oh my goodness， 这会被 YouTube 检举吧？这要打马赛克。会有四排椅，中间还有一两排。四排。回家的时候就坐。这种椅子吗？对，就坐这种。然后带系安全带。我都忘记怎么系了。不用戏啦，你有没有真的要出发？我们现在要看的是黑暗组织的，黑暗组织的直升机。哇！你对这台有什么认识跟了解？我不认识它。它是你看过最大的军用运输机了吗？其实可以运坦克车，对不对？这样的展演活动每年都有一次，那每一次大概都是两三天。你可以选择买包厢的位置，或者是有看台的位置，或者是像我们一样免费的入园。超大的，超大的，有一个对讲机的台子，超多机关的，超多的。在表演的另外一边就有非常多像这样展演的飞机，你几乎全部都是可以让你进去拍照的飞机，你还甚至可以进到驾驶舱里。我们看完所有的飞机，然后 F16 也休息之后，我们就离开营区了。整个营区都太大了，找不出我们车子停哪里，因为它也不是停车场，在地板上也没画线。我们再玩一款哈利波特的乐高桌游，是谁送给我们的呢？火鸡王。所以我们决定把他的邓布利多叫做阿布斯基邓布利多。我以为是不基耶，阿布基。你给他盖的这个人肉塔，你觉得他会 approve 吗？跟大家介绍，这只是飞起的猫，这应该是妙丽吧？妙丽长得好不像妙丽。然后哈利波特马粪跟荣恩。还有阿布斯基邓布利多，阿布斯基邓布利多。我们现在是一个人玩两个角色，我是红加蓝，他是绿加黄。然后我们现在的僵局就是我被困在这个高塔这里，然后还有我刚拿完这个是什么？刚拿完蜘蛛，然后他现在刚拿完魔药，就是那个史内普的魔药学的那一间教室。然后这个是移动的楼梯，然后呢，好我要去拿我的书。现在我骰到的是二呢，就是可以移动这个洞滑两次，可以滑一整排的那一种。也可以动这个啊，一、二，来，转转，就一直不断的让干扰你啊，就直接拿我的药水。为什么我没有阻挡你拿药水呢？好笨的感觉哦。转转，耶！我要转进来喽。书，啊！耶青蛙。No。好。战斗。没有战斗，战斗是附加的。谢谢火鸡王赞助这款游戏。那么这个礼拜影片就到这里喽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按赞；如果你想看更多影片的话，你可以按订阅频道。换你。耶！回家啦！赢了！赢了！这是礼物吗？给你奖品。奖杯。这个奖杯。这皇冠超高的。大哎！有五个人做的皇冠。那我们就下一礼拜再见喽，安妞。